嗨，我是阿杰，我来分享一下发生在办公室里面真实的故事。其实我超不会泡妞的，而且我也超不会泡咖啡。自从我们办公室来了新同事之后，他每天都会拿着厂商寄来的咖啡来泡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泡得超帅的。欸，小饼你在泡什么啊？泡咖啡啊，香款。没有啊，也太香了吧，教一下啦。想学啊，才不教你。要求这北蓝的程度也蛮帅的，看看这个无法吐槽的开包，还有这个不知道哪里学的 tea bag 手势，我真的好想学。欸，那个咖啡怎么泡的？教一下啦。啊，回报咖啡拽哦，回特效拽哦，不说话，耳包是不是啊？可以哦，就是挂耳包，潮吗？撕开挂上去，再加水就可以好好喝哦。什么？新来就敢业配？太潮了，也太黑了吧？还好啦，这咖啡又不是没喝过。学长一样进宇宙的吗？也太浮夸了吧！Lies the heaviest object in the entire galaxy, hidden by a mass around them. 天长。这咖啡真的这么简单吗？真的很简单。绝壁哦，看。天长。